好，我是呱呱，我现在在临海路喇喇说。然后呢，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店铺，他们家都养了小猫咪。然后有一家店铺的小猫咪好忧郁啊，它坐在一个板凳上面，然后会45度的仰望天空。Hello， 喵喵，喵，你们家是卖菜头王的嘿？开始。哎，这牛吃了就不啊？我整理出啊，在烘鸭里。哎，你给那个做海菜头应该干啊？这菜头应该加几羊球还是等下过来咱烫落来个呀？当初的烘鸭做，就来做菜头鸭的。当伊做就来做菜头鸭。时间我所以个时间，咱那么做菜头鸭，我那么走路无呀？我从我用平手啊，我唔捌平手。嘿。摸个背影啊！那你不爱用手？唔卫生，唔卫生啊！人会拄只脚趾，应该。哦，是啊。弄，光一光，做只个就是用铁丝啊。用个铁藤丝啊，摸一摸。嗯，到伊背影，那都已经完整就好。向个摸着个平手感来感受，咱治疗咩就热大。哎呦，那个我呼吁差不多嘛，只丝有等于包个出来，伊那个人个做呢，伊就做了。那个在油磨着好只，弄只油安个去滚下去炸。咩？我只看嘞炸一下。看嘞炸，蛮火安个炸来炸。炸差不多就正好起好食。嗯，为了炸就苦。两外三。两外搁三个字，安个蛮火，但安个炸。哎，到神仙个有一下，我不用只火片，只电网炸只。哦，就是台湾生火为了帅。那我搞着辣食个嘿。我也做。哎，做多多。是假咯，大多都，人爱做甜，这就好贵。新鲜之后，该会就开端，还可以炸。我现在呢，在他们家买了一个招牌的产品，就是这个菜头丸，然后坐在这个猫猫旁边。猫猫，你吃吗？不吃，那我自己吃。可以看到呢，它这个外表呢是比较金黄色，挺诱人，然后会有一点萝卜丝的形状。我们来试一下它里面是包了什么。这里面呢是有萝卜丝、花生仁，还有一点芹菜作为搭配。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油炸的东西吃起来会油腻，但是它的油腻呢只是在外皮，而萝卜白萝卜带来的清甜特别可以解掉这个腻，还算是不错的。这两天祝你你出来唱的你只要来吹两头痛的就该英文问到他先，英文能好就好些。那主要一个英语，我不是英文，讲什么但是没干什么，应该是没有就没有来。我幸运啊，就在这条卫公路拉拉嗦，拉到一条很漂亮的猫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吃了菜头丸。阿叔很热情，没有收我的钱。这家菜头丸呢，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，不会太油腻，然后它的油用的也是比较新鲜的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到卫公路这里，有一家叫做老林，豆花炒果各种东西都有，然后他们家的招牌呢就是这个菜头丸，买一点回去配茶或者当一个小吃也还不错。好了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